这首曲子是朱爱杯收听爱住，它的歌词是优美的，它来自旧圣诗286首及新圣诗156首。那一般说来，它是很合适一般教会的圣歌队来献诗吟唱。它的旋律很优美，它节奏很平稳，也不是太复杂。那有分成合唱的部分、女生的部分，还有男生二重唱的部分，所以对于教会，在练诗的时候，圣歌队的服饰在练唱是可以驾轻就熟的。那我们选择这首歌，它基本上它像是一个祷告文，比较是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上对于主爱的回应。我们感受到耶稣对我们的爱。那我们在这首曲子可以发现，是基督徒在生命旅程中、属灵生命中的忏悔、祈求及对于主爱的回应。所以，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承担这样的使命，还有受呼召的一个回应。所以，这首歌是适合圣歌队来做献诗的。这首歌的起拍的第一个音朱爱，大部分是在一个小节的第四拍，所以往往很容易会忽略掉这个重要性，所以会变成反而是在朱爱的爱加重。那这样子在整体来讲，线条就会觉得不够平稳。那另外一方面，女生的旋律有一些部分是低于男生的和声的，这个也必须要注意。那男生有时候和声过强，会变成旋律会变成被扭曲了，反而听不出来整体的线条的美感，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另外在台语的咬字，我们也必须要更加的琢磨。比如说有几个字是我们平常会忽略掉的，比如说朱爱的爱，我们应该要再讲究一点的是和声的时候的整齐性。朱爱，尽量不要长音是在一，应该是要在 i。 那要确定每一位团员在发音的时候，朱爱的整齐性跟正确性。然后另外就是线感，我们往往容易忽略掉这个咬字的重要性，会讲成线感，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在台语发音更加要求的一点。那另外就是旋律的完整性，呼吸之后的速度的控制，这个会影响到整首曲子的平稳跟和谐。这个速度的掌握也是我们必须在整体里面所要求跟小心的。这首曲子看似很容易，可是事实上要唱的优美跟感动，事实上我们要更多的体会。最主要是旋律有时候往往不够高，那旋律往往被其他的和声或声部给压缩掉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往往是在 soprano 如果是唱旋律的话，我们要让那个旋律是更完整的，而且是更明确的。那另外一部分是男生的二部重唱的部分，要避免 bass 的声量过于大，然后压缩到 tenor 的线条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然后最后一段回到第一的主题的时候，他虽然在谱上是写 mezzo forte。可是他其实他的歌词是万搭心无心心恬静，基本上还是要在一个安稳
的速度跟声量的控制下来完成这整首曲子，尤其是最后一段，而不是过于的激烈跟强烈，反而忽略掉这整首曲的和谐性，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台北声乐团自2005年成立到现在，我们给自己的期许是我们用诗歌来服侍主，我们希望我们所吟唱的真是能够荣耀神，能够使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在整个服侍的原则上，我们用每个月一次到各教会来做音乐服侍为宗旨。我们到教会的服侍，我们以不收奉献，我们不卖 CD， 我们也不愿意接受教会的招待为原则。我们不想给教会过多的负担，而模糊掉我们对于音乐服侍的一个宗旨。我们希望很单纯很简单的就把我们所吟唱的诗歌能够介绍给更多的教会能够认识，让基督徒、慕道友甚至非基督徒能够透过音乐来认识主，这是我们的初衷。那如何加入声乐团呢？基本上我们没有任何门槛，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能全心在这上面的服侍，能够遵守声乐团基本的纪律。那什么是声乐团基本的纪律呢？我们期待大家是能够持续，能够准时，在心情上能够愿意放下自己，彼此学习，彼此在这个团体里共同为主的功来服侍，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宗旨。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拜拜。逻辑啦，再次，中心，看这里，二。